参加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，而且有很多台湾的那个乡亲过来这里，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化交流，所以我挺开心的。对，希望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。那我们作为台湾年轻人，我们觉得其实以现阶段来说，未来能够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的话，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会非常乐见的，因为毕竟这是中华文化的历史的传承，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年轻人而言，我们更有义务，也非常开心能够希望把这个活动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。